这个周杰伦的歌有那么好吗？我感觉好多90后都特别喜欢周杰伦的歌哈，我就喜欢那么几首而已，什么《稻香》啊，什么这个《东风破》呀，这些以前的经典的有那么几首，5-6首吧，我比较爱听。后来那些歌我是实在不爱听，《中国黄金》，瞧瞧，这《中国黄金》。看看人家的招牌，投央企品牌，值得信赖。中国黄金 ，China Gold， 国字号黄金珠宝零售店。你看看人家这个，人家这个装饰啊，还给弄个芭蕉树，椰子树，什么树我也不知道啊，当然是假的。你瞧瞧人家这个城管啊，人家还是。小摊上买的零食，人家一边走一边吃。你瞧瞧人家这个经商环境多好啊，多和谐呀，这样才和谐嘛。你再看看北方有些地儿，那小贩看了城管就跟什么似的，就跟兔子见了鹰似的，撒腿就跑。哟，这个女保安，这大姐还抽着烟，好家伙，够豪放的呀呀呀，拍照打卡呢，拍照打卡。他只是说，瞧瞧瞧瞧，瞧瞧这大白腿，这大白腿，多棒啊！这大肩膀子也露着，这大肩膀子好看吗？太瘦了。在哇，这姐们儿，这红衣姐们儿，这个白裙姐们儿，这腿太粗了，比我的都粗啊，比我这腿都粗吧？哇，这白衣少女好看，白衣少女好看啊！你看他这边人啊，你甭管。20多岁还是甚至40-50岁的人都可以露着大腿，穿着短裙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这还扭呢，这扭什么呢？这个扭什么呢？不扭了，太瘦了，不好看，太瘦了，不喜欢这种女的。太瘦的怎么说呀，她缺失了一种女性丰腴的美感。这是什么呀？麻辣王子正宗辣条，辣条发明人就在麻辣王子。这个辣条有那么好吃吗？你看看人家小裙子穿的，这对情侣可以啊，这个平均身高够高的，这个目测这男的185以上，得188，这女的得175，这女的。这女的至少175，而且人家穿的平底鞋，这女的绝对有175，跟我差不多高了。这位干嘛呢？哦，这直播呢，哈哈哈。输的话，那两个人。直播呢。哇，还挺漂亮，这小姑娘还挺漂亮，小姑娘还挺漂亮，你看看，哎呦，这大眼睛，这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啊，
高鼻梁大眼睛。你看看人家这广告牌，是吧？它是有一种美感，虽然说，各自不同啊，但是它整体上有一种美感，对不对？你瞧瞧人家这个，你看看。看看人家这个招牌，步行街的招牌。哎呦呦呦呦，这白腿，这白腿上有瑕疵。哇，这小姑娘这么瘦啊！问问她为什么这么瘦啊？得多吃点啊，还穿着丝袜，她得多吃点啊。这么瘦，营养不良啊，小姑娘，太瘦了，太瘦了，太瘦了。这个方向就是大概1公里多吧，就是湘江。这湘江对岸就是岳麓山，啊，这是西边。这是正南，北方人啊，到一地儿就得闹清楚这个东南西北。长沙美食城寨，长沙美食城寨，好几个美食城寨，我估计进去啊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卖的东西、装修风格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哇，这小姑娘，这小姑娘长得一般，个子挺高的。他从哪儿看啊？这干嘛呢？不问姓名，知道你一生，这都是骗人的啊！不要信这些东西，都是骗人的。哦，这是看手相一条街呀，这个都是看手相的啊，都是看手相的。这个说什么呢？哎呦呦呦呦，听得这么认真啊，太认真了。不问姓名，知道一生。哎呦，还有抽签儿，哎呦，说的跟真事儿似的，这一排人都是看手相的，我的天哪！而且他这个地上这个摊儿上这个纸都一样，感觉这摊儿上的纸都一样的。这是干嘛的？